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好端端的，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神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你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百卷轻，千般缘，色与空，弹指间，轮回路有万次劫，求不得，闭上眼，一生功名忙如烟，浮沉落花断不绝。究竟寻常事，有情处不愿。修行路无名尽，凡懂事莫等闲，一生功名轻如烟，最苦人活在少年，最是烟火情失眠，贪嗔痴看见。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，
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金海尽干？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。红钟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。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。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。蝉与螳螂，呵呵，倒是遍地乱跑。